心的底色是什么？有人说是大地的颜色，皮肤的颜色。这份底色是家国的概念，是我们的路标，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，寻找本源，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要成为谁。有人说是忠诚的颜色，热血的颜色。水尽长缨，留取丹心，人生几何，八十多载更续传承。基因的红色是根植血脉的战旗，穿越烽火硝烟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赤胆忠心。心中的红色是白衣执甲的誓言，纵使身陷重围，直接国难忽如归，生命至上。手执的红色是一往无前的无畏，纵横大国南北，亦将胜勇追穷寇，人民至上。当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是金刚川上的那座人桥，是风暴中心的逆行者，是刀尖上的舞者，是那个离危险最近和死神交锋的勇士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就能抓住那道名叫生的光亮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去迎接一个人的新生，去延续一个人的生命。有人说是空天的颜色，梦想的颜色。为梦续航，仗剑空天，将个人小航线融入空军大航路，用大国佩剑砥砺锋芒。每个时代都有英雄，他们跟随着时代，又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。天空没有飞翔的痕迹，但我早已飞过。军礼过顶，皆系苍生，上得经术，和谐超越的底色。心中有火，眼中有光的底色。铭记历史，坚守初心的底色。脚踏实地，心怀梦想的底色。红色、黄色、蓝色，汇聚了最无限的世间可能，构成了最亮丽的唐都底色。红色唐都，温暖唐都，活力唐都。搏击长空心向党，万里长空不迷航。